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嘎子哥 ，S 一守夜人还 S 一呢啊！看来我们看的还是不够多呀。之前很嘚瑟啊，在比赛的时候，哟，你看看你遇到的是谁？遇到的这可是不亚于职业四黑的顶级人皇，他们的四黑，我们先来分析阵容啊。这套阵容的话，修集速度够快，有，但没有什么打架能力吧。自然加这个点，哎呦，这一刀抽到不好弄啊。这刀抽到的话，一波风息，自然加灯照，回声蓄力刀没打中，但是这边灯光效果也不行，一刀震。还要挂个地下室，他带了个金身是什么鬼啊？佣兵这边还被通缉了，真的，这把穷者运气嘛也是有点差的。那佣兵被通缉的话，他连卡都不太好卡。这边一波风息，那佣兵必须跳个护臂，要么迟疑的，骗个壳，骗个壳。壳顶掉了，壳顶掉了。这边佣兵要跳护臂，落地刀没甩，甩到这里，哎，还要防闪现，哎，还防闪现，防闪现。他做的其实没有错，我觉得过客这波佣兵做的没错，但谁知道，对吧？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小兄弟，他带的是个金身啊，这波金身都可以顶了，等佣兵倒地顶吧，一波加速啊，跟上来。一波风息壳顶出来，跳过来金身顶，这刀你飞轮已经交掉了。刚才佣兵这边真的做的是对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闪现落地刀的，如果闪现落地刀打出一个震慑再甩一刀，佣兵人救不下来的，那也只能说是，对吧？这边嘎子哥打得好，佣兵做的其实很正确的。那我们看看学者能不能保平吧。佣兵叫自己这边过来救子安家，有点难走啊，扛刀。其实这刀打中机械师，我觉得对于一波跳还没跳过去，对于守夜人来讲也不亏啊。对，他这边打一刀，你这边灯罩跟我这个插刀重合，我觉得都能接受。一波跳过来，好，再开一波风吸回来，甩一刀挂飞一个，再挂一个算密码机。密码机的话，娃娃这台好像能修掉，现在是佣兵再修一台，然后教授过来救这个机械师。甚至可以不管这个机械师，这边直接去中场抓，对，逼机械师教自己来中场抓。好的，这波节奏对，这波节奏对。哎呦，漂亮啊，清幽，这以前没看出来呀，这么猛吗？待会儿他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，不要把他捧起来啊，我们就假装这场没看到。这场视频呢，我也不发，我们直播间的观众配合一下，待会儿他来直播间的话啊，刚刚我打得很帅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已经在了。啊，那没办法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鼓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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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掌！没办法，这个局确实没办法。前中期他的第一波追击加上地下室的这个震慑，已经把穷者脊梁骨打断了。你这打得再好也没用了。你这边交金身呢？底牌切闪，
漂亮。这个就是把一个追击型监管者打到极致了，整个节奏就是通过操作去占便宜，不断的占便宜，不断的占便宜，打出的这样一个完美的多抓。